肯定要把这些擦得干干净净的再送。这酒店门口位置不错。哎，合伙人，你为什么不让我现在就把那一块钱利息还给你呢？我的技术不错的。哼，你这个小家伙鬼叫狠，你是想给我擦鞋来抵那一块钱的利息吧？是啊。行，那就让你擦。你要是擦得不好，就证明你在说谎，而我投资给了一个不诚实的人，那我的投资就是失败的。你放心，我的水平是最棒的。还真不错，我给你写两个字。最棒。哎，你们是游客吗？对，我们是成都来的。你们要擦鞋吗？这是上国顾客对我的奖赏。最棒。你们要擦鞋的话，我保证把你们的鞋擦得像这样的样亮。好多钱擦一双？一块钱。哎，小朋友，布鞋可以擦吗？可以，但是布鞋3块钱。今天是第5天，这是15元，刚好够您投资的70元，给您。合伙人，我们合作的非常愉快，我留给你一个纪念品，也是我对你的肯定，我最棒，给你。谢谢合伙人，等我大学毕业了，我去找您。好。张老板，您放心，您的货款我保证下个月给您汇到。刘行长，我们公司那300万的贷款，您看能不能再缓3个月再还？主任，你通知全体员工，这个月的工资到下个月再发。进来。郑总，有位先生想约您吃饭。你看我现在都焦头烂额了，哪有心情吃饭？他让我把这个交给您。嗯？我留给你一个纪念品，也是我对你的肯定，我最棒。哦，15年不见，长这么大了。是啊，我说过会来找您的。嗯，这是一张700万的支票。什么意思？我想投资您的公司，做您的合伙人。15年前是您教会了我如何成为一个合格的合伙人，从那只擦鞋箱开始，我完成了一步又一步的积累。我现在有了自己的3家公司，这700万投给您，我想我有权利得到一份额外的利息。你想要多少利息？1块钱。你要把这70元还给我，还要支付我1块钱的利息。70元回报700万元，这应该是我投资生涯中最成功的案例。成功不是你拥有了多少，而是你帮助他人有多少，有多少人因你而成长，又有多少人因你而感动。Filosofi yang kita ambil dari video tersebut kawan adalah tentang kepercayaan, tanggung jawab, dan rasa peduli.Dan buah apa yang kita investasikan kebaikan di luar sana kawan akan kita raih dan kita panen di masa yang akan datang. Karena apa yang kita tanam adalah sebuah kebaikan dan hasilnya pun akan berbuah kebaikan nih kawan. Maka dari itu kawan, mari kita sebar kebaikan sebanyak-banyaknya agar kita bisa memotivasi diri lebih baik danLebih sukses ke depannya. Salam sukses dan semangat menjalani kehidupan ini. Terima kasih.